马东，过来把饭吃了，过来吃饭，来吃饭，好好吃饭啊！不吃饭我还收拾你。哎呀，你看你现在挑食了，马桶，你给我过来，快吃饭，吃了。马桶，往哪躲？你给我出来！你能不能好好吃饭？你为啥不好好吃饭？啊，又挑食了，又挑食了是吧？马桶，你成精了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成精了？吃饭，不吃饭我揍你啊！我真揍你啊！妈呀，逼着我杀鸡儆猴是吧？非要逼我出大招是吧？你看你的熊样子，我天天让你吃个饭要了你命似的。嗯啊，你天天挑食挑的，你挑食你要挑的你要死你哦！炸！你看这二皮脸啊，这二皮脸，说他两句直接躺那儿不动了。啊？闹哪出啊？我让你吃饭是不是为你好？我让你吃饭是不是为你好？你给我抱着好好把饭吃了，快点！都是好吃的，里面有肉汤，有狗粮，还有凉皮儿。咦，你看你这个熊样子，你能不能好好吃饭？你一脸不服不忿的你。马桶，我说你没，能不能好好吃饭？吃。马桶，妈呀，你是要逼我出大招啊你？大黄。大伙儿，咋了？你看你自己看，你把马桶灌的，又不吃饭，又不吃饭，咋又不吃了？跟我打游击呢，说啥都不吃。过来吃饭，快，你吃饭，来，塞嘴里。我太难了。狗粮不是药。你看全吐了。走，看好啊，你兄弟啊，吃饭。吃饭，你说每一次都要这样搞一通啊，马桶，让你吃个饭怎么那么难？我服都不行。啊，谁都不服就服你，是不是？天天那个娃娃招谁惹谁了？被这个打，被那个打。小黑吃药要打娃娃，你吃饭要打娃娃。你吃顿饭得让这些娃娃来打啊！这娃娃好委屈。啊，太委屈了，我去。为什么？那兄弟。你这兄弟烂啊，烂命烂命，好，那好好吃了是吧？吃完，你看你往外撒，吃完往外撒的狗粮，吃完天没？你给他放啥吃的都没用，必须得拿那个娃娃才是最有效果的。杀鸡儆猴的。因为马桶我发现了就是这样，然后小黑也是，就让我们平常是吧，喂他药啊啥的，必须得把娃娃打一顿才可以。嗯，马桶是吃饭必须得打娃娃一顿才可以。成精了。嗯，感觉这个程序没到，你知道吧？你真贱，马桶，你真贱。吃干净啊，看能不能吃干净。吃完。我看看，让大家看看，大家看啊，刚才狗粮啊，现在还剩这么多，还想吃嘞，叫我们吃。吃吧。嗯，吃干净啊。看好它。吃。吃完。把盆刷干净啊。吃吃不点，还有点吃了。好，完事儿。吃完了。